科技的创新不断令社会进步，智能科技亦日渐融入我们的生活，令生活变得方便舒适。惠州有一间酒店融合了多种智能的科技，今次由大航导游成昌带大家去感受一下，以科技的概念酒店怎样给客人带来一种全新智慧的住宿体验。大家好啊，这位就是大航假期的导游成昌了。今次介绍的呢就是这间铜湖碧桂园凤凰酒店，它位于铜湖科技小镇入面，坐拥山水环绕、鸟语花香的生态环境，还有一个绿化建筑的外貌，一眼望落去给人有一种远离繁嚣的感觉。一入酒店，酒店职员就安排了一个特别的小职员带成昌上房。这个小职员的外形有点像星球大战那只 RD2 一样，以黑白色的配搭，个身还会发出蓝色的光环，看落都挺有型的。而他对眼还有一个感应的，只要见到前面有人或者阻碍物件，那他就会懂得停低，又或者会避开，很犀利的。他还会带你搭梯，不用按掣，那就可以直接送到你想去的楼层。话这么快就带了成昌上房间啊，认真方便。大家有没有发觉成昌没有拿到行李上房呢？因为酒店还有另一个小帮手帮成昌将行李拿上房间，只要酒店职员将件行李摆上在这个小帮手入面，再输入房间的号码，那他就会自己送件行李上到房间门口，完全不用自己动手。你说是不是很方便呢？想享受间酒店的设施呢，是要懂讲普通话的。知不知道为什么？今我又来啦。房间整体风格简约时尚，而且地方舒适宽敞，那它的智能科技在哪里呢？噔噔噔噔，就是这个声控智能服务员啦。这里呢就有个智能音箱叫做小爱同学，它是会懂听我们讲嘢的，但是呢记住要讲普通话哦。那我示范一下给你们看。小爱同学开窗帘，你有创伤和窗帘，你想操作第几个？第二个。正在打开。就是这样了。除了调控开关窗帘之外，它亦都可以调控音乐播放的。来一首《忘情水》。为你播放刘德华的《忘情水》。另外呢度仲有一个好靓嘅露台啊，仲可以一览无余咁睇到一个湖景嘅啊，睇下。有时候点解会想入住啲咁嘅酒店，就系想享受下佢啲智能嘅科技。而家叫个智能机器人上嚟送杯可乐俾我饮下先。只要我喺房间入边打个电话。同大堂職員講聲，我需要一罐可樂，只是幾分鐘的時間，智能機械人佢就會送罐可樂去到我房門口。很榮幸為您服務，在屏幕上點擊關門鍵，我會自動關門。有個智能機器人真是方便。酒店旁边有一个智能体验馆，都是酒店其中一个特色来的。现在我们就跟着成昌去体验一下啦。这一间房不要以为是一间普通黑蚊蚊的房间，其实它是一个 VR 体验馆来的。只要它启动了影片的模式之后，那你就好像坐了一部飞船在这上山下海，感觉好像真的一样。这一种体验真的要来试一试。还有这部智能煮送机械人，这两只手臂
输入了炒餸的程式，只要将煮食的用具、食物摆放在这两只手臂的旁边，它就会懂得煮餸的了，是不是很有趣呢？还有其他有趣的智能体验都很值得来一试的。见到一排的红酒墙，大家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呢？我们又跟着城昌进去看看先。哦，原来这里是酒店的餐厅来的。这间酒店的自助餐食物款式都很多，例如这个香煎羊架、潮式炒圣子都很受客人欢迎的，还有很多很有水准的热分食品，当然不少得海鲜拼盘啦，还有新鲜的刺身选择。喜欢吃铁板扒类的朋友这里就最啱啦，即煎即食，新鲜热辣。另外这里的甜品选择都一样好多，而且每一件都好像艺术品一样手工精美。原来吃甜品都不只是女士的专利来的，男士都啱的。享受完一个这么丰富的自助晚餐之后呢，城昌就带回我们入房间试一下厕所里面一个智能设施。这个设施的名字很特别的，它叫做魔镜，名副其实，它就是一块镜。但是它究竟有什么魔力呢？只要你用个电话对接了魔镜的蓝牙，再赤脚站在电子榜的上面，它就可以量度到你的体重、水分比率、体脂率，还有其他身体的资料显示。它还可以告诉你，你身体是属于合格啊、标准啊、或者超标呢，种种的问题都会一一提供给你看。他又会提供一些飲食推荐给你参考，调理身体。魔镜都话我高了，不是三高，是四高啊！唉，不要讲笑了，做下运动先。在冬天带着泳裤来到这间酒店都没问题的，因为这个泳池是恒温泳池，它的水温和人体的体温相近，所以冬天来到游水都不会冻的。游完水当然要回房休息啦，而我睡的这张床都有智能功能的哦。这张床呢有一个很得意的小程序的，可以帮你调节个床的软硬度。我现在呢就扫给你看一看。咁你入到去之后呢，它就会有这个软硬舒适度的调节。咁我咧就比较中意软嘅，啊，咁我而家就试一试先。而家呢个软度就啱晒我啦，真系正啊！唉，可以舒服咁瞓得觉啦。仲有一个功能唔记得讲俾大家听，有阵时瞓觉唔想递个手去关灯，可以点办呢？等我示范俾你睇啦。小爱同学，关灯。好的。如果你都想体验一下呢间酒店嘅话，就快啲嚟报以下呢几个团啦！提提大家，首两批报团嘅客人先可以入住到智能房间噶，要报就快手啦！如果中意我哋条片，记得揿个 like 同埋个铃铃，就会第一时间收到我哋嘅片噶啦！